影视出品的电影《全民目击》呢，上映至今是票房飘红。据悉啊，目前全国票房累计突破5000万，单日票房则持续排名前二位。在投资将近7000万的情况下，收回成本显然已经不是片方考虑的事情了。不过呢，在中秋节即将到来的时候，该片如何再度突围呢？来看我们的观影攻略。一个是寒战里正气凛然的警务处副处长，你也认为我滥用职权，担心你的情绪影响判断，还是不是？一个是毒战里鏖战群雄的禁毒大队长，你要想活，我陪你；你想死，我也陪你。当寒战遇见了毒战，这就是全民目击的开始。没人敢侮辱我。那绿帽子是谁给你戴上？你搞错了，我没有戴绿帽子。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分手。我杀了他。案发当场，杨丹明明用手指着你的鼻子骂道：“我不做你的林夫人了，怎么样？”对不起，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我在车里抽了他两个耳光。他下车之后继续辱骂你，所以我开车撞了他，我把他撞成肉。